开眼睛盖脖子垃圾一四年十岁，我是天人，我中人，妈咪、弟弟、姐姐，还有弟弟姐，还有我，妈咪我爱你，弟弟我爱你。我家里有一个小天使，是我们家的开心果呀。每次出去，每个家长都问我：“哎，他是到现在讲是啊，他是这种孩子哦。”我要让人家知道他是唐氏综合症，可是他也可以读，也可以写，可以认。在马来西亚，约有50000个唐宝宝，平均每660个新生儿当中，就有一人是唐氏儿。什么是唐氏综合症？您有遇过唐宝宝吗？他们和普通孩子有什么不同？而拥有唐宝宝的家庭又面对了什么样的考验？小朋友啊，唱啊，来！有许多话我一直想说，虽然我还小，但是我都懂。一路上我跌倒犯错，因为你们保护我，勇敢不怕痛。刘美芳是黎之瑜的母亲，在马来西亚新山的一所幼儿园任教。她有个特殊的小帮手，每天风雨不改，放学后到幼儿园帮忙。子怡也是一个小帮手的嘞，有时他就会帮老师，老师泡奶，他就会拿啊，这个奶是谁的，他都会认是谁的，这罐奶粉是谁，他全部会认的，他就会拿给那小朋友咯。哎，哦，到了。原来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不小心打翻了牛奶。之余为人热情，好奇心强，做起事来手脚利落，只要是大人曾经做过的，他都会看在眼里，放在心上。但这让美芳更加担心，他们这种孩子就是似懂似不懂，他看到你做什么他就会模仿，就跟你做咯。你是泡那个奶，你哪里敢给他喝他泡的奶，因为你根本没有看到嘛，不管是泡真还是假的，就倒掉再泡过。我跟他讲，子怡你不要给妈咪做，有时就帮你煮粥。所以子怡有时会做危险的东西，他每天看你在做吗，他知道哦，这个时间他们醒来就要给他吃粥啊。其实在他的观点，你站在他立场，他没有错啊，他是帮你啊。之余又闯祸了，这一次他偷拿了邻居小朋友的橡皮擦，让美芳非常生气。你要好好跟妈咪讲吗？要吗？这样你告诉妈咪是你拿的吗？是不是？碧玲阿姨打电话给我嘞，是不是？你没有问，你自己这样去拿就是偷了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你跟妈咪讲，你不可以，你想要那样东西你就自己占为己有的，不能的。你不可以把它放进去你的，那个不属于你的东西。那个脚上拿去哪里？还给一星脚上噻。你要还给一星哦，下次还敢拿吗？现在你的脚上把它收进去你的笔盒里面，明天你要还给一星。你还给一星你要跟他讲什么？好厉害，你自己讲，我不要再有下一次哈子怡。母亲，母亲，你的。讲什么？跟你一起讲。母亲，母亲，没有关系。
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改天不可以啦，喜欢你跟阿姨讲啊，阿姨看可以可能买就买给你啊，知道吗？就算他是特殊的孩子，我也没有比较宽容溺爱他。他都不懂发生什么事啊，他也不懂什么对什么是错吗？他们不会分的吗？你不懂他懂还是不懂？你又觉得他好像有一点懂，又好像有一点不懂。可是不管他懂不懂，都是要讲，讲多就懂哦。一二三，哎呀，等一下 ，OK， 关门。美芳在幼儿园工作的时候，不小心扭伤了脚。啊！我的屁股，累死我，就没人救了。哎呀，你呀，今天比较小一点。这几十号。啊！你这。多点，这样的工作，没有了他就不会痛。你这妈妈，会痛啊！你看，这妈妈真认真。儿子，哎呀，你别动，别动。他过来身体平衡，这样比较好走。有了治愈的陪伴，美芳的脚虽然还是感觉到疼痛，心里却无比的欣慰。这是他在13年前刚生下治愈的时候所无法想象的。生他的时候，医生就跟我讲你的孩子有问题，他就跟我讲刀心灯。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刀心灯，我也不懂唐氏综合症是什么。过后医生就抱给我看我的 baby， 我觉得我 baby 没有问题呢，他也是有眼睛有鼻子什么都有，然后我才慢慢的去了解什么叫做唐氏综合症。唐氏综合症俗称蒙古症，唐氏儿的智商只有50左右，有学习缓慢和智力障碍等情况，属于中度智能障碍。唐氏综合症的成因不明，却与染色体的数目有关。一般的人体细胞共有23对或46条染色体，但超过90%的糖宝宝，他们体内的第21对染色体会比一般人多了一条，形成47条染色体。随着产妇年龄的增长，生下糖宝宝的几率也就越大。然而美芳生下之余的时候才不过27岁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生下糖宝宝，迎接新生命的喜悦一时间烟消云散。讲真的，我真的不能接受，我又没有做坏事，又没有去害人，为什么会生这样孩子？我很想抱住子怡跳楼的，真的那一刹那有这个念头。可是我又想到我的大女儿子清只有2岁，那一刹那刚好我家师兄带我的大女儿来，我看到我又不舍那个大女儿。除了智力成长缓慢，约3到5成的糖宝宝也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。小时候他真的是很难照顾，因为他心脏有孔，比较容易生病，一个月至少发烧2-3次哦。到6个月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讲，孩子好像要立刻开刀。那时我就很害怕，你就是看着那个孩子，他真正都是白那些，然后体型就好像3个月的 baby 这样，所以很心疼啊。至于出生后有4-5年的时间，美芳一直无法接受自己生下唐氏症的孩子，不大敢抱子怡出去给人家看，他觉得孩子这样子，那抱出去人家问他，他都不会回答。怎么办？如果带孩子出去，人家笑我们怎么办？我家师兄就讲，你自己都不能接受你自己孩子，你要怎样让外面的人接受你孩子？然后我就慢慢每次告诉我自己这句话咯。刚开始会很不自在，因为觉得外面的眼光在看着我，出去你就会很害怕咯。有一些家长会看得出，他就问我，这个是你的孩子啊？讲是啊，他是什么唐氏啊？讲是，他是唐氏综合症。其实都没有什么啊，感觉到我很有信心，越来越有信心，这是我的孩子。这个就是他的眼睛。那个白内障
然后近视会严重吗？还是像他们这种小孩应该到那种特殊的学校，有特别老师照顾，正常的小孩他会看不起他，会欺负他，家庭一定要给他很强的 support 咯，有些什么活动啊尽量去参加咯，让他看看这个世界嘛，不要孤立。但是有些家长会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啊，把小孩子都留在家里反而是不好的，尽量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啊，因为他们也是人嘛，虽然他们学习方面各方面会比较缓慢，不需要太过忧郁啊悲伤啊，给他训练得很好，他也是可以活得很好，跟正常人一样的。为了让智瑜长大后可以照顾自己，美芳从小就训练他做家务，这样放住就可以了啊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智瑜不只能做家务，还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提醒家人。尽管如此，美芳还是担心着智瑜的未来，担心我们比他早走就没人照顾他，我们不在就是姐姐一定要照顾他，有时就会跟大姐讲你一定要很厉害读书，不然你怎样，你没有很好的学历，工资不是很好，你怎样照顾你的妹妹。从小我就被妈妈灌输长大后妹妹一定是我照顾的，所以我就没有担心过，因为我妹妹长大后一定是跟我，长大后我一定会养她的。姐姐抓这里，然后这样挤，最后这里会这样挤哦，挤到他完为止。你会担心他给他欺负，因为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孩子，所以就有时候别人就会排挤他、欺负他这样。不过他有偶尔会有一些小情绪，就会讲哦，我不要，然后就在那里坐住，就很任性这样。我就会叫弟弟拿，然后他们两个就会去抢着拿了。好了，好像后面抹了。后面抹过一轮不用紧的，反正最后到最后姐姐还是不可以。姐姐，妈咪讲不要抹了，一直走来走去。没有抹就给他抹，不用紧。妈咪讲不要抹了。不用紧。还小，他比较不懂事，他也不懂什么叫特殊儿，因为他看到二姐很好啊，又不用读书，又不用做功课，他有时候会讲周末二姐可以玩玩具，不用读书，不用做功课。我讲因为二姐是特殊儿嘛，像我也要做特殊儿，所以就觉得好气又好笑咯。孩子的童言童语让美芳哭笑不得，但她还是要面对现实生活，为之余的将来做好安排。和许多父母一样，美芳想尽办法栽培之余，希望他可以过得跟正常孩子一样。刚刚的时候他有去幼儿园去两间，早上去政府，下午又继续去普通学校嘛，因为我要他跟普通孩子一起成长，我不要好像他一直缠着特殊的孩子，你学来学去都是一样的东西，我就让他去上普通幼儿园，我让人家知道唐氏综合症都可以读也可以写可以认。但这并没有达到他预期想要的成果，觉得不对了，不可以这样做，他很累。老师就跟我讲他很辛苦，他每次来到都是打瞌睡睡觉的，所以很浪费钱，他就叫我停。其实他这种孩子很可怜，他已经是这样的缺陷的孩子，你还要逼他去读啊 flash card 啊认字，我觉得其实你让他独立，让他开心成长就够了。分量可以用，分量很少。在之余的每一个成长阶段，美芳尝试不同的教养方法，寻寻觅觅之间辗转来到了慈济人文学校，为他和之余建立起新的沟通桥梁。之余很喜欢来人文学校，每次我们去人文学校都很开心。快点快点了，又比赛呀，看谁最快呀，一二三，妈咪快，妈咪比你快。对对弟弟这里，这个是拿回去冲来喝的。喝，给你喝。温师伯对吗？这样装，去温师伯。觉得环境那个潜移默化很重要。
就是给一个孩子那个环境，如果没有接触实际，孩子留在家里也是无所事事啊。他们不是看电视，可能现在就玩平板电脑，可是你在这里他有参加很多活动都很有意义啊。课程里面哦，他们也会教他们形上形下。三二一二三，跳跳，注意注意注意，给我指令，喂，耶，一二三，跳。好了，然后走哪里？走哪里？哎，走哪里？走那边，走去那边。咦，对吧？喂，啊，走哪里？好嘞，直接走还是弯？走这边。到了。到了。然后呢？还要回去啊？Yes。其实一个小孩子他品德是很重要，如果那个孩子没有品德很好的，学业也不好啊。我还没有进慈济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学业很重要。当我接触了慈济，我上人讲过，品德最重要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学习呢，我们就要踏踏实实的学习，把好的知识、师公上人的智慧给学回去。所以你们每一颗小小的种子，都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发芽，在好的方向勇往直前。如果我们没有带他来慈济，他就接触的东西少嘛，虽然他的语言表达比较难啊，可是我觉得他都会有吸收啊。我们学校他都有师姑师伯的疼爱啊，有时他们是那种师兄姐看到他都很疼他。然后子怡在这里也学到礼仪啊。最后一包饼干师伯送给子怡哈，虽然师伯没有米粉哦，好不好？美芳也将善与爱的教育人文带进了她执教的幼儿园。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爱心，美芳特别安排了参访残障中心的行程。我希望能带孩子来上一堂课，就是他们是很有福气的孩子，把福气带给这里的孩子，欢乐也带给这里的孩子，让他们从小有爱，懂得让爱传出去。阿姨，爸爸娘吗？爸爸娘。OK， 阿姨要撒羊，阿姨要撒羊。我家里也是有一个唐氏综合症的，所以我觉得我的第二宝贝真的很幸运。这里的孩子真的很可怜，都是被离弃的了，那个心哦就会很痛啊。啊，你们这里八个叔叔。美芳深刻体会到残障儿童的不幸，回到幼儿园发起素食义卖会，带着家人和园里的师生们一起为残障中心的孩子筹募善款。两个星期后，美芳带着孩子们将所筹到的善款送到残障中心。壮好事不能少我一人，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，让爱传出去，耶，拜。随着学年结束，新山慈济人文学校将举办毕业典礼及圆圆活动，所有的学生都将上台呈现由佛教经典改编成的音乐手语。美芳带着孩子们请假练习。
即将自此又毕业的之余，更是下足了功夫。所以也很感恩我家师兄一直鼓励我，我也没有辜负他，也把自己带得健康开心，每一样东西他都会做。我希望子怡健健康康哦，陪我们走到老。因为我很怕子怡离开我一点，也怕我不在的时候没有人照顾他了。在毕业典礼上，所有的毕业慈幼和慈少都以跪拜礼感恩父母、师长和师公正言上人教养的恩情。虽然知道之余无法了解毕业的意义，看着之余即将踏上新的人生旅途，美方一时百感交集。父母恩重于天际，教我自重牺牲去，教我自强我习心，教我自爱去相济。不要一直担心孩子啊，不然孩子的福气给你担心完了。所以我自己跟自己讲，一定要用心，不要再哭了，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这个孩子。孩子生出来这样子，并不是世界末日嘛，并不是你的一切都完了，就是你前面的路你要继续走。如果你自己站不起来，你自己都不能生活，你怎样去把孩子照顾大？世上没有完美的孩子，只有接受不完美的父母。一旦找到了正确的人生方向，用善与爱把心路铺平，才能在康庄的人生大道上与孩子携手共步。